当然是自有明断，国家现在问的是你。大王真要听臣的意见，臣以为还是先不杀，要他戴罪立功。如何戴罪立功啊？既然这难题是他出的，那就罚他，罚他们越国重修姑苏台，这样既不伤我国力，又得以重修姑苏台，大王岂不两全其美？ 文仲，你觉得越王可以接受这样的处罚吗？越国早已是大王的臣属，大王只要一声令下，越国又岂敢不遵？更何况是重修姑苏台这样流芳百世的大业，越国必将全力以赴，不计代价地完成它。臣谨代表武王，谢谢大王的信任。<笑>先别着急谢。 国家还没有最后决定呢。娘娘，文仲是在此跟你说的这些话吗？大王指的哪些话？说我姑苏台名不符实，美中不足啊。这个不知深浅的文仲。 我已经为此责备他了，他怎么还不知厉害？大王别往心里去，他这不过是一时胡言。恐怕不是一时胡言，顾家看，他这是深思熟虑。大王的意思？既然是深思熟虑，以顾家的判断，恐怕是出自勾践的事宜。勾践这么说，无非有两条：一是要讨好娘娘。 二就是居心不良。大王心里是不是怀疑我义父对吴国别有居心？要想坐稳君王的宝位，就必须对身边的人时刻怀有一份警惕之心，特别是那些常常在你耳边乐于奉承的人。
你就更要怀有一颗戒备之心了。大王这么说，那我呢？大王是不是对我也要保持几分警惕？这算是你给顾家出的一个难题吗？其实并不想以此为难大王，只是想知道大王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好吧，顾家来告诉你，适才所言。 顾家身边的人，谁是顾家身边的人呢？太宰、五相国、八大臣，勾践君臣，勉强算是吧。你与他们不同，你不是顾家身边的人，你是顾家的一部分。 我们早就是一体了，大王。你想知道顾家如何处置文仲吗？那是大王的公事，西施不想听。那你想知道什么？西施想听大王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 你想听的话，顾家再说一百遍、一千遍，也会说给你听的。不过，如何处置文仲，你还真应该知道，此事与你有关。我在听啊，大王说吧。顾家打算。 接受文仲的建议，重修姑苏台，怎么样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再说一遍，越王打算重建越国的军队，你不是开玩笑吗？大人，看我像是开玩笑的。好，你不开玩笑。 那我也来真的。来人，大人有何吩咐？立刻备车，我要连夜载上姑苏台面见大王。是。还有，给我多派几个人，把这个越国的使者给我看住，不许他离开此地半步。 当真打算连夜上姑苏台吗？既然你们越国已经打算重建军队，作为吴国的太宰，我必须立刻提醒大王早做准备。你们越国真是枉费了我对你们的一番心血。文仲为太宰想，见了大王。 大王若是想问起来，太宰该如何回答呀？你的意思，还想同我面见大王不成？在下可不想这个时候去惊扰大王和娘娘的良宵。其实，越国就是真想谋反，也不是明天一早就能做到的事。太宰。 何不坐下来听在下细数端详？那样明日见大王时，也不至于被大王问住了。说吧，我倒要听听你今日如何把方的说成圆的。敢问太宰大人，吴国欲向中原争霸。 可是当下最最重要之国策，这不是明知故问吗？文仲再敢问，大王欲霸中原，可有时间表了？这，我不便告诉你。不告诉没有关系，姑且等他有了。文仲还有三问：纵观历代为王霸者，又有哪一个身边没有几个强有力的盟国？孤家寡人者。 可得而为霸乎？啊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
文仲还有四个。吴国要想挑选他的盟国，最佳的选择不是越国吗？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你还有五问六问呢，干脆我替你说的吧。越国既然作为吴国最理想的盟国，那么当大王逐鹿中原时，在吴军的阵地上就应该有一支偏师。既然是偏师，那越国就应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，才配得上吴国的雄师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还有七问八问吗？当然有，太宰且听我一一道来。大人，车马灯火都备好了，大人可以走了。啊，先备着吧。啊，再添些酒来。跟我说这些，是不是想让我在大王面前替你们说话？我家越王说了，今后凡越国之事，必得先与大人商量，征得大人同意后，方可禀报大王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我家越王说了，大人如果要是不同意，事情宁可暂缓，也不可违背大人的意愿而动。就说这事儿吧，我要是真的不同意，你们会停下来吗？当然，只是还要请大人明示于在下，此事为何不可行，这样在下回去也好对越王有个交代。你要是说服不了我啊，你就会不依不饶地缠着我，直到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为止。哼，你嘴上说得好听，什么都听我的，可是你就是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人，你可真是比范蠡还要难缠。大人实在是抬举文仲啊。不过这事儿我还得再好好的想想。你国内的乱子刚刚平息，今日又为了姑苏台一事受到大王的斥责，我总觉得现在还不是提这事儿的最好时机。反正啊，我也不急着回去，就陪大人一起慢慢等待时机吧。好酒好肉的，文仲也乐得享尽清福。好，请。文大夫，相爷，这是你自己打扮的？是他们帮我做的。他们说相爷今晚要我来，要奴婢。你喜欢吗？奴婢只要相爷喜欢，奴婢就喜欢。你不要管我，只问你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。奴婢只是觉得不是奴婢自己了。那好嘛，那就做回自己。是，奴婢这就去把衣服换了。等一等。今天就不必了，以后还有的是时间。
所有给你的东西都属于你支配，但是一定不要让那些东西支配了你。凡是你不喜欢的，就当他们没有一样。相爷教诲，奴婢记住了。知道老夫今天叫你来干什么吗？只要相爷喜欢，奴婢做什么都愿意。老夫要你听我讲故事。相爷要给奴婢说故事。怎么不喜欢吗？喜欢，奴婢喜欢听故事。那你是喜欢听过去的，还是喜欢听现在的？过去的。现在的奴婢也喜欢听。那就给你讲一个过去的故事。讲一讲咱们吴国大王先祖的故事。好。告诉勾践，他的请求孤家准了。文仲仅代表吴王叩谢大王。你们打算建一支多大规模的军队啊？全凭大王定夺。越国的事情有越王在，你们斟酌着办，进展及时报给公孙将军。外臣领命。还有，姑苏台，孤家已经想好了，决定采纳你的建议，重修姑苏台。大王，外臣日前那些话虽然出自诚心，但确有所虑不周之处。这些太宰已经指证过外臣了。外臣希望大王在这件事上还需三思而行。免得万一做起来利有不逮，上也不是下也不是，那可就是外臣害了大王了。态度变得真快啊，还没有下田就想着先洗脚。大王误会，外臣可不是。晚了，这姑苏台既是为吴国而修，也是孤家为西施娘娘而重建，所以你们越国想参与也得参与，不想参与也得参与。行，行。大王放心，越国一定为重修姑苏台尽心竭力，贡献所能。孤家不要你们太多，到时候你们送一些好的工匠过来。你们越国山多林密，送些好的材料过来，这是你们能做到的。能做到，越国定能做到。姑苏台代表着吴国，所以孤家一定要以吴国自己的能力把姑苏台修好。到时候孤家要让天下所有的王侯为我姑苏台赞叹折服。还记得吗？我跟你讲的蚂蚁的故事。蚂蚁屯兵于洞窟，越国山多洞窟多，我们必须建立一明一暗两支军队。明的是给夫差公孙举看的，暗的是一支能打败吴国的军队。臣
已经找到了这样的洞窟。什么？大王不必高兴，此工程浩大啊，没有个十年八年完不成。不行，三年，只能三年。你说，你找到钟离剑了？找是找到了，只是没见到他人。没见到怎么叫找到了？臣找到了他的剑炉，而且找到剑炉的时候，炉里的火还是着着的。这么说，他当时就在附近，只是不想见你。你说的洞窟离我们这儿有多远？快马，大约半天的路程。好，明天早晨我们就去看看。就是这儿。这儿能藏多少人？大王且进去看看。半天就为了让我看这个，准能藏兵吗？能囤粮吗？难道让我的士兵睡在水上不成？水可以逃走，洞可以凿大。即使这样，能藏多少人？500？1000？我要的是能够。这样的洞有几个？臣已经找到3个，将来大王要多少就有多少。你是说照这个样子自己凿？臣正是此意。十年八年不成，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工，足够的时间。范蠡此次进山已经替大王招募了数千名山民，如果大王能够同意，这个工程可以马上开始。开始吧。都是山里人吧？是啊。勾践跟你们一样，先人也来自山里。会稽山是咱们的老家，咱们可都是乡亲。我要告诉你们，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你们就不再是无拘无束的山民了，而是越王麾下勇敢的士兵。越过劫后重生的第一支军队将由你们来组成，可打仗不同意打猎。你们的对手常常要比你们还要凶猛强悍，比你们还要人多势众。如果有谁害怕了，现在可以站出来，可以继续当他的山民。勾践绝不强留，绝不歧视，仍然当他是个好子民。但如果上了战场再害怕，再想退缩，勾践可绝不答应。你们现在有谁想走，可以跟我说。没有，没有。既然要打仗，大王什么时候给我们兵器？越国以前的兵器都让吴国收去了，
不过你们可以放心，用不了多久，勾践会把更好的兵器再发给你们。 昨天晚上，此行成效如何？幸不辱命，大王所托诸事都有些眉目了。走，去打点。吴王英允重修姑苏台，臣以为尚在情理当中。他这个人从来就是好大喜功，只要是能在诸侯列国面前炫耀自己的事情，他不会轻易放过的。 至于他答应咱们重建军队，就文大夫所言，吴王的决定是不是太过草率了一些？他草率也罢，还是另有图谋也罢，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。以我之不便，应彼之半便就是了。关于伍子胥可有什么消息？吴国的事。 他当真一概不闻不问。臣在吴国这些日子，没见他到宫里来过一次，好像连相府的门也没有出过。不管他做什么，伍子胥永远都是越国最危险的对手。我只是希望这个最危险的对手能够打个盹儿，那样。 我便会有更多的机会行动了。他要是会打盹的话，就不是臣所说的最危险的对手了。先不说他了，说说我们自己吧。既然夫差已经答应了，那我们就赶快凑齐一支军队来，在公孙举的面前做足了样子。 在下此来，一是向将军问安，二是要将出使贵国之情向将军做个禀报。文大夫客气了。公孙举不过是个奉命驻屯的将军，两国间的大事，其实你用不着向我禀报。将军这话可是一文中见外。越国这些年能平安无事、顺顺当当，还不全仰仗了将军。 吴越两国关系中，将军地位之重，唯有在下最明白。所以无论从公从私，文仲都得多跟你商量，多向你请教才是。哼，这话说的，恐怕是会有人不以为然吧。将军，切莫误会。文仲今日来做国事之拜会，乃是亲受越王所托。越王本来是要亲自来的。 可是为了你家大王为西施娘娘重修姑苏台一事，不得已才交给了下臣。嗯，修姑苏台确实大事。可莫非他是要亲自带人去吗？倒也不是。可重修姑苏台，须得产自深山的大木。我家越王为了能够找到你家大王中意的巨木。 已和范大夫各领一路，分头进山去。勾践也进山去找巨木了。那就是钟离先生的箭炉。你们留在这儿，我自己过去。大王，范大夫吩咐过我们，深山危险，不可单独行动啊。 你们是听范大夫的，还是听我的？放心吧，不打败吴国，勾践且死不了呢。
是你。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这里是我家。你是钟离先生的？钟离剑是我爹。哦，失敬了。敢问姑娘大名？我叫居竹。居竹姑娘，你怎么没跟你爹在一起？你该知道，我爹他不想见你，也不想为你铸剑。这是你爹说的？爹说你不是一个好王。你爹说的对，我的确不是一个好王。那复国呢？你能率领越人复国吗？只要你们与我同心同德，生死与共。大王回来了。大王可见到要找的人了？姑有些累了。改天再议吧。大王睡醒了。我怎么会在这儿？臣妾还不知道该问谁呢。大王大白天径直走进来，话也没说，倒头就睡，一直睡到了现在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已经后半夜了。大王饿了吧？臣妾叫人去备饭。在一起了，是臣妾老了，难以再承大王之欢。这些日子我也在考虑，大王的后宫该添新人了。你啊，本该是享尽尊荣、丰腴华贵的一代国，现在却落成这个样子，都是我有愧于你。大王的意思，臣妾明白。臣妾的意思，大王也应该明白。无论是为了越国，还是为了大王，就算是为了臣妾，大王也应该考虑我的建议了。考虑他也不是今晚的事，今晚我只想忘掉除你以外的一切。
王。什么时候了？为什么不叫醒我？臣妾见大王。赶快给我准备衣服。是。今日一时疏忽，起得晚了些，请仲卿原谅。来，大家坐吧。怎么不坐？就是有话也得坐下来说嘛。来来来，大王为了国家劳心苦力，殚精竭虑，臣等有目共睹，深为感佩。就说偶尔荒疏一回，也算不得多大过失。但臣所以还是说这件事儿，是因为王毕竟是王，一个王的行事是不能以大小来裁量他的影响。臣还记得破屋九术上第一术，就是要尊天地而敬鬼神。夫天地者，以诚为本，鬼神以信为中。大王今日之荒疏，臣等或者可以视而不见，但天地鬼神也会视而不见吗？今日是孤错了，我会改正的。大王勇于之过，越国有福了。臣恭贺大王。臣等恭贺大王。好了好了，现在可以说正事了吧。臣妾参见大王。好，起来吧。叫你来是想跟你商议件事。大王请讲。我想在后宫建一座石屋。石屋？对，跟咱们在吴国一模一样的事物，由你亲自来督造。大王这么做是不是因为那天误了早朝而受到众臣的批评？那天的事要怪就怪臣妾，我可以去找文仲把事情跟他们讲清楚。众臣的批评只是个警醒，可我是越王，不能总靠别人来警醒自己。我要给众臣和百姓做个表率。你懂吗？嗯。大王一定要这么做。能不能找别人？臣妾恐力难胜任。这是不是又让你想起婴儿了？我们在吴国受的侮辱还少吗？你以为我就愿意想起来？可药王又怎么能够忘得掉？
尤其是你被叫去给吴王侍寝的那些个丫鬟，我在金丝上一遍又一遍地翻滚自己的身体，用冷水一遍又一遍地浇自己的心，用头罩坚硬的墙，可是没有用。也浇不灭我内心的燃烧的怒火。大王别说了，大王别说了，我去做。